講埋呢套啦，就女友伴身邊啦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大家 girlfriend 身邊啦 ，girlfriend 啦，邊個身邊啊？冇發夢啦，邊個喺呢度啊？大多數女人嚟㗎。但係我睇維基好搞笑啊，佢寫住臨時女友，但係佢話佢哋有粵語嗰出嚟嘅，寫住女友伴身或者佢哋都係我日文 girlfriend cool 卡係啦，即係假㗎。是啊、即係永遠呢啲都係幻覺嚟㗎咋，大佬，即係幻覺嚟㗎咋呢啲女朋友，即係講真全部搞百合咁唔關你事㗎。係啦，咁當然咧，其實咧佢本來係一個網上遊戲嚟嘅，12年到開始啦。咁佢話而家咧現成嚟講就應該去到13年咧就300萬人下載，咁而家就話有衝破咗555萬人咯。嗱，只 game 咧手機遊戲嚟嘅，咁我玩過幾日嘅，我覺得真係玩過幾日嘅，話俾你聽係超級重貨金遊戲嚟嘅。真係冇遊戲性可言嘅，你有錢就玩得好開心，冇錢就可以等兜踎。咁係啦，咁入面呢就其實就好，其實喺一間校園入面啦，就其實你係即係其實個古仔就係你係一個男仔，就呢你要去入面就認識女仔，咁但係呢嗰間學校就好鬼多女仔。用錢認識女仔不係一定要有錢抽卡抽 UR 抽 SR 返嚟。係啦，即係你冇錢就真係拜拜啦，真係。冇錢咪免費有成抽攞嚟牌㗎啦，呢啲嘢真係。係啦，咁當然啦，就需要入面要戰鬥。不過我哋就講下今次嘅 anime 啊，因為如果我睇翻佢而家佢有本出本叫 GF Magazine 嘅，咁啊專登自己出一本啊，咁就而家出到第三期到啦，咁就佢入面咧就講咗入面有好多個女仔嘅。咁當然咧入面你會只係見到有幾個，因為咧 anime 入面只係做十幾集啦。咁唔會有咁多架，咁就而家呢就做緊追名嗰條線，咁就其實就係入面個古仔入面其實應該係個遊戲入面五大女主角啦，咁但係其實入面呢原來主女角呢大家諗到唔到有呢套嘢有80個聲優，但係呢其實個女仔入面係有100多人嘅。你明白喺啲手機 game 入面一個聲配一個角色係好正常嘅事嚟嘅，所以唔出奇啊。但80個聲優好多都唔少嘢嘅喎，即係講真好多有胡松耀有啲幫手啊，中原麻衣佢哋其實係好多人嘅。咁當然啦，你叫噏曬個80幾個一定噏唔到啦。但到動畫版可能就係一個人出兩句冇咗㗎啦，而係。嗱咁我睇翻佢嗰邊嗰監督個訪問咧，其實佢哋就只係話會做翻5個女主角條線嘅啫，即係包括阿追明心實啦，咁啊當然亦都計埋阿圖書館嗰位啦，咁啊計埋。嗰個喺比利時嚟嗰位留學生，咁另外就係攝影部嘅，同埋最後就係放送部咯，5位咯，即係講就咁講啦。咁佢哋就係啦。嗱，始終 Kokomi 即係心神咧，就係 game 嘅看板娘啦。跟住啊，丹下英嗰角色根本就係最高人氣嘅金髮妹啦。咁其實做呢一個都正常嘅啫。其他嗰3個就應該都係主要角色一定會做嘅。咁其他之後出嗰啲配角嘅話，想做唔做就真係要睇下人氣嘅情況啦。佢冇辦法啦，因為佢話佢動畫嗰陣時咧，曾經就話要講過咧，就希望一集到會出到10個到。咁就可以塞咯，所以你見到第一二集咧，係啲人咧係多到你唔信，係你只係去學識個學步已經學識咗10幾20分鐘噶啦。係咯，行到查到步講兩句，那個角色講兩句，新人你已經係你識得，唔係對於玩個 game 遊戲嚟講，佢識女仔正常，因為佢係老婆嚟噶嘛，就係佢已經見得楷手噶嘛，識好正常。我啲冇玩 game 嘅。知乜事？好正常嘅事，真係做路人咯，咪就係、是。所以呢啲咧，亦都成日咧出現一啲遊戲轉去動畫嘅問題所在，亦都容易出現呢啲咁情況咧，亦都係令人感覺亂。咁、那個女角你話啊，心實咁一個咩乖乖女嘅角色咯？即係臨尾兩集之後就話啊，佢終於喺呢個縣大賽贏咗呢、這個即係叫做咩柔軟體操嘅冠軍，咁啊進軍呢個全國大賽咁咯，就 at least 呢樣嘢咯。咁你話見唔見到佢好萌嘅表現或者咩？其實就唔係好覺嘅。咁佢可以做，反而就做起咗嗰個比利時嚟留學個女仔，嗰、那個女仔就即係雖然啲日文麻麻地，但係感覺上 OK 咯。這是佢做嘅文點，你明白？一個外國留學生。金髮嘅仲要係啊！你明白？對於玩開呢一動畫，俾嘅係睇玩唔著 game 嘅人睇，唔係俾我哋睇，你明啊？係啦，咁同埋你如果要大家要知道一樣嘢，如果你真係覺得好吸引呢隻遊戲咧，個畫質好明顯，佢嗰個 game 入面個設定嘅畫係幾好。佢入面嗰個電話師 Cool Flapper 其實唔好以為一個人，其實應該係2個人嚟㗎。冇用㗎，話咩？所有原畫去到動畫版就全部會冇曬，包括好似失去的未來咁樣。嗯，咁所以大家如果要諗一點咧，就我哋覺得就呢套嘢，你唔好預期咩啊？有如果大家有諗咧，可以不如諗起 Photo Cano 嗰陣時咧 ，Photo Cano 個型格就有少少似呢套嘢啦，又係遊戲搬過去嘅。咁當然咧就 Photo Cano 本身係隻 game， 佢有主線，佢嘅女角有限，呢套唔同，呢只係手機 game。故事主線幾乎係冇，啲女又多到阿媽都唔認得，係啦，爭好遠嘅嗰邊難度上。其實佢就係想話就係話希望做一個好完整嘅聲優陣，但係係咪做得到呢？我覺得有懷疑嘅。咁仲有一樣嘢就話故事太散啦，太多人啦，真係
斬咁啲啦，啲人嗰啲即係我，因為我睇翻佢嗰邊 GF 嗰邊原作訪問咧，訪問監督又好嗰邊，其實佢哋成日就係想賣啊，我心中咧最中意想我嘅女朋友係邊個咧，就驚係咁喺度賣廣告咁啦。咁第二，大佬你好煩嘅啫，監督中意嗰條女，跟住編劇中意嗰條女，插畫中意嗰條女，大佬。可唔可以唔出場啦？既然出場噶嘛，要照顧啲觀眾噶嘛。係啦，咁所以佢其實加上咧，如果真係可以賣到遊戲咧，可能真係會唔會做到好似 Love Live 或者做到好似以前嘅Plus 嗰啲二潮咧？咁啊，我覺得就有啲難度，因為實在太散啦。咁啊，你明白呢隻 game 喺日本好興，但問題去到海外興唔興就另一件事。係啦，咁第要我諗要真係較為重度少嘅宅咧，先至可以知得到入面係即係想。即係想即係呢套嘢嘅真體咯，咁但我又覺得個 anime 嚟講兩集嚟講佢介紹唔好㗎嗰啲嘢，因為實在太散啦，咁啊同埋你話個女主角係咪買得到，我寧願佢淨係做三十條線或者淨係做兩條線就好過而家話 plan 做五條線呢，其實對於成套嘢嘅負荷係好重，咁同埋呢佢都監督有做個訪問就話個唔會做好，應該都唔會做咩水雀回啊咩，因為始終都要佢講個古仔係接近秋天啦，所以唔會做咩水雀回，希望以一個可愛嘅感覺嚟，可愛嘅校園感覺嚟見人，就唔會做性感咯。想要水雀俾錢啦，抽卡啦，係啊，水雀卡㗎，係啊，抽卡啊，係啊，最緊要抽卡先至有啊。唔該各位抽啦，俾錢啦。啊，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咩嘅，真係冇辦法啦，真係啊，貨金先行啦。好啦，下一套啦。